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来各位观众，老爹的经费又见底了，又见底了。好，来神秘商店，我买金币，我再买金币，我买不完。怪人何能？我买买买。好，买完了，除旧布新。我祈愿，我再祈愿，我祈愿不完。什么时候才能开终极的？终极的，好，终极的。这个要选哪一个啊？靠腰。啊，老爹自己在看，还缺哪一个？没问题。然后角色，死んで構わないわよ。老爹的狮子，いかなる相手でも決して手は抜かぬの。我启动，我再启动。狮子上面带了一只狮子啊，没毛病啊。全体角色生命值加1%。好来，我们再来看看老爹收藏的公仔哦。这一柜公仔不知道多少钱哦，上百万的啦，没问题。好来，那么老爹的红纹女，死んで構わない。速度有点太快了。老爹这个红纹女速度啊，拔掉一剑啊，还是比贪吃狼快哦。所以老爹决定把这剑还原哦。补上一件暴击率的，没问题。你们可能会说，还要再一件暴击伤害的，再一件暴击伤害的，老爹的速度就跟不上了。因为老爹的征服卡没有速度，我是三个攻击力哦。等下给你们看一下哦。这也是没办法的，我如果下面那一件换成暴击伤害，我的速度就比贪吃狼慢了。因为这一件征服卡哦，老爹洗的是三条攻击加成哦，所以没有办法哦。食事が来たわ。好，攻击力70万，暴击率82%。这样应该够强了吧？来，挑战我们的竞技场。没问题。来，我们挑战第10名的夜魔。煞星，我们现在挑战一个一般人啊，怎么那么衰啊？刚好遇到那个红纹女，刚好打到火，打到凤凰哎，那也叫衰啊！好，600万哎，一次伤害600万，你才300万，你怎么跟我斗？对面的二郎870万，老爹的杰洛斯。2400万，现在来到6打4啦。大眼睛丢人下，好，红纹女230，对面的独角仙已是不屈了。
对面只剩下一只啦。好，对面的剑斗士1500万，老爹的剑斗士620万，前进双手，结束比赛。好，我们再来挑战，怎么都我们工会的、啊、第四名的炮轰大佬，来，大家的红文女到底是放后排还是前排哦？对面的金额是1700万，我们再来。他的红纹女蛮痛的、欸，好，很痛，可是一炮就不见了，一炮就不见了，没毛病吧？老爹这样子可以吧？啊！辛辛苦苦，结束比赛，我们再来。今天的老爹是战无不胜的、哦。好，来挑战第三名的 Big King 大王，来呀！今天的我可是不一样的。次は頭取ってあげる。到底红纹女630万，对面的剑斗士2600万，不够看。好像真的有变强哎。老爹的杰洛斯3000万，哎，问题，僵尸侠开了一个大枪枪，我们再来，他只剩独角仙了、啊。对面的红，对面的火鸟丢了一下，300多万。老爹的红纹女直接带走对面的独角仙，有没有看到啊？老爹6只都活着啊，这才是老爹的实力啊。没问题，好，辛辛苦苦再次结束比赛，最后最后炭治郎是吧？哈，老爹杀手是吧？哈，来，我们找他。我刚好打到对面的杰诺斯哦。天哪！他的红纹女速度怎么那么快呀、啊？但他的杰诺斯速度怎么那么快呀、啊？好，他的红纹女也 stay 哦，可是这样不行啊，我的红纹女被炸掉了，5个打4个啊，双方的红纹女都活不下来啊，怎么办啊？还是老爹把杰洛斯的速度拉到一速啊！老爹想想看怎么办哦？你看啊，他只剩一只独角仙啊，但是老爹还是打不下来啊。难道又要换成一速吗？天哪，一直换来换去，好烦啊！我们再赌看看，他没有暴击能不能赢哦？
老爹想一下。这孩子会被暴击耶。好了，不管了，我们再试试看啊，能不能不要被暴击啊，然后红纹女能不能活下来哦。奥莱，他的杰诺斯速度怎么调那么快啊？2400万，老子的红纹女依旧健在，可是刚好打到他的。我的红纹女嘞，啊！天哪！我的红纹女嘞！奇怪啊，我刚刚明明就撑住了，怎么又呼机啊，跟我起来啦？天哪！他的红纹女也不见了，一直说要攻击速度，但是双方都还是撑不住，还是撑不住杰诺斯的攻击啊！啊！好了，各位观众，老爹的想想办法哦。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这赢的也很奇怪啊。